刚收到指挥中心的指令，指派我们淮港抗震救灾队前往莲花村救援。由于莲花村在震后发生了2次建筑坍塌，建筑内部的结构已经非常非常脆弱，里面的空间很容易发生位移，如果不小心我们会被困在里面，所以你们展开救援的时候务必要小心。对，是是。各救援单位注意，刚刚在医疗点发现有人偷药，据现场医疗人员所述，疑似吸毒人员，如发现此人请立即上报。27分队收到。怎么这个地方还有人吸毒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听说有户人家的儿子刚从戒毒所出来，应该就是莲花村的。大家小心点，出发。是是是。现在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你忘了我还有护身符，有他保佑我，我一定会平安的。我等你。收到。金家，有点不对劲。这是不是我们刚说吸毒的人啊？先救人。下面什么情况？结构不稳定，这样进去风险比较大，咱们还是等游击过来，在出入口做一个支撑，这样比较保险。来不及，这里随时会坍塌，立马组织救援。金家，里面结构太复杂了。金家，要不再等等？我们要把握好救援的黄金时间。我从侧面下去，张扬，跟着我。是，你们在这里警戒。是，你们注意安全啊！慢点，警察。张扬，你在这里守着，我下去找到人之后给你信号。进展。小心。你还好吗？不要睡觉，清醒一点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我是消防员，你有没有同伴也被压在这里，还是你自己一个人？我要跟你走，我不走。
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啊，听得见吗？